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欢乐斗地主 Live 竞技赛。豆子都吃光了，然后先开始玩一把。第一局，只有一个大王了，没有一个二王，二都没有。小地主，然后三四五，抢地主，反正玩赖子，尽量抢个地主，管他牌再烂，能抢就抢。现在可以六七八九，四个对子啊，我们可以拆开打的。不加倍。比如说四五六七八九，六七八九十，丁，手十勾，这两个对两个赖子拿来当那个十勾，那样子的话，顺子是不是切得很快？不要。现在对方不要，先打顺子。先暂时不要，我看一下牌。是要凑炸弹呢，还是凑那个这两个赖子？然后三个的又没有。七，一个下大王。这个六五六七八九，这个好像不需要赖子，这个应该是不需要赖子。顺子。六七八九十，勾圈 K 是吧？过，我只有两个牌了。OK， 就剩个对尖。看来炸不炸？不炸，我直接一把下。不要对尖。OK， 开局一下。开红红啊！看第二把，第二局啊，这下有个大王，两个二。造墙地主布八九伏兵圈 K A 啊，这个我们 K 尖不抢，抢地主，抢地主。这个给我多好呢，五给我的话三四五 K 给我三个 K， 那八九伏兵圈也可以的，不加倍，他也是勾圈台，不加倍，大小王炸啊，这底牌没抢到，六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勾。我十丁千 K 哎呀，看来九是赖子。小王，要不要浪一还是直接出大王？大王，直接出吧。不要 ，pass。点错，点，我还是想点赖子。点对。少一个九。可是九就是赖子，他应该没有打啊，这把没办法打了，他有炸弹被炸了，这把赖子太少了，少一张了，要是打五个对子就好了，五个顺子，六个顺子，我少一个九，炸弹，我方直接来一副炸，他还有炸吗？保不齐还有炸呀。对我，打对子干什么？打单牌多好呀！对啊，这下完过不去，过不去。三带一段，他要是打一个的话，好像也是过不去。他直接一个二就把我们压掉了。这把是基本都是过不去。怎么一下打到第六局？刚才才打几局吧，才打两局啊，怎么一下变成六局？大地主，我抢，抢地主 bug 了，少一个六，抢到六了，地主抢到六，还有赖子，三十六块九，直接一手扔下去，顺子，然后这怎么打？四个圈，四个皮蛋，过，对勾，应该没有吧？大你，这都有，不要。打对子，对十，哇，这家伙把赖子拿去打了，他真是佩服。这脑残啊，赖子拿去打掉，随便凑一对就是炸弹呀。对 K， 对尖，过。这把是捡到了，赚到了，居然打赖子。我都没赖子，他居然打赖子。三个二，三带一，没有吧？
pass。 再一个大王也没有吧。过。大王。不要。pass。 小女孩子真是太厉害了。看他什么奖啊，什么什么破牌鸟牌啊。五六七八九。三个尖诶，刚才把赖子拆掉了。不三那他有对 K 吧，对吧，在对 KK 把那两个赖子作为那个炸弹嘛，是个 K 多好。还有对十啊，对 K 拆的。哎，想不通他怎么想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打这把看一下。我想抢地主。哎，赖子是四。不加倍，不加倍。这牌很差劲，不好打。快点吧，我等的话都谢了。不好赢。不加倍。对五。对七。对七。我们这拆掉啊，十。九十勾，对吧？三个对。对圈。看。不要。我还想打九十勾嘛，三个三连对，然后四个八。反正不让我出牌。对六。又打对子，好生气啊！要再打。要不起。冷一时一下，然后我一把出三个对子。对七。更快。对九，不要过。哎。怎么应该先打对十，不应该让的。这把失误，失误，现在已经让他小牌去掉两个。顺子过。这下这把可能要失误。pass，pass， 三带一，不要，要不起。对六。又打对子。对二。炸弹，对二的下来，他应该是我就一张牌了。哎呀，不要失策，失策！哎，先上吧，上没上吧？他应该这个牌打的太好了。他打对小的，对六的时候应该就要把它压掉的。哎，这把牌是确实是有点差。继续，哎，怎么又跑到第八局？明明才打三四级吧，这个刚才应该是大大狗。我懂得话都谢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叫地主，不想抢地主。我的牌呢？我想。我的牌是什么？怎么看不到我的牌？什么情况？叫我玩打吗？我什么牌都看不清楚，还不加倍？不加倍。什么时候发的牌？快给我显示呀！要我怎么打？对六。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怎么打？怎么打？不要。哎，现在出现了。对六，我有啊。对七，对七怎么会要不起？对九。这刚才系统 bug 的，害死我了。好吧，对七可以去掉的，就这么错过了一次机会。对十，对六，过。哎，刚才被他害死了。对四。哎，赖子是八，我还有两个赖子。对十，不要 ，pass。其实我可以直接。三带一。那现在只能拆掉了，凑一户炸就够，暂时不凑两户。管上，要不起。还想把三个勾下去，就下不去。顺子，不要 pass。四带二。我操，这么快啊！对方大王、大小王四个二都赢不了。这局还真算是运气算好了，刚才是卡壳掉了，现在 bug 掉。不下。叫地主，抢地主。然后再看这一把，抢地主，一四一九四，对吧？不加倍，不加倍。提大圈是赖子，对三，还不如刚才那一把牌，六七八九十，来勾圈 K， 反正一条龙可以下去。三带一，如果能让我去掉七和八 ，OK，
这五四五六七八，七八六七七七八九十，你猜猜，好像鸭子可以猜，但是我对三去不掉。大爷 ，pass， 不要。顺子，又打顺子，这下非猜非逼我猜出来有可能。管上，留一个赖子做四或者做九都可以。pass。顺子。这个他应该是没有吧？他就剩七张牌，应该是没有顺子了。过。没有顺子，这个对三。对三，不应该这么打。然后对二，对我应该先打三带一或者什么。对二，过。不要。这个牌不好打。我先一张牌。不然有没有对二？没有对二我就赢，有对二我就输。对不起。完了，输输。我先一张牌了。哎，刚才应该打三带一，然后再打。对三。对不起，看队友了，对，是不是都是对子？我就是狼牌了，小心点儿。攻击攻击，他是大王，将来是撤是撤，好吧，这一期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。然后刚才是 bug 太多了，这又有 bug， 然后对碰到的那个队友也比较傻。